我现在刚刚换好了这个今天在市场那边买的泳衣，准备去游一下泳。美好的夜晚，哇，好多壁虎啊，好恐怖。美好的夜晚，想记录一下我这个下水前的这个头发的样子，因为下了水可能就不这样了。我来量，腿凉吗？直接下来，不冷。直接下来。点儿啊，有点儿，贼浅。哦，真的。天好凉啊！喂，你站着不凉了。不行不行不行，你给我起来，别动我。我没动你。别动我。不动。别动水。我把水往你头上。不行。你这边下来。三啊，下。是不是还行？然后直接游，然后直接。是吧？这里有一个泳池的 bar， 可是它现在关了。哎，我拿手机和房卡，还游吗？要不再游会儿？有吗？一下就不走了。大家早上好，今天是第三个白天了，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穿搭吧。带了一个基本上看不见的一个 choker， 今天穿的这一身就比较正常，就是在北京也可以出门的。我戴的还是之前的那一个条条的耳环。然后这个上衣呢是拍就是妆的时候穿的上衣，然后一个绿色的阔腿裤，然后一双很正常的拖鞋。现在就吃早饭啦。我又是刚才把眼影画完了之后就去画其他的了，就没有画眼线和睫毛膏。想你 sorry。 我们现在去大堂接爸爸一起去吃早餐，因为他不认路。嗨，爸爸。几层来着？六层。哦，对，六层。青蛙。五个鸡蛋。让我首先来掠夺两个鸡蛋。哎呀，这黄都这样了，看你能吃吗？哇，我真的吃不了这样的蛋。这蛋是不是能这么煎的蛋？可以啊。看我爹穿的五彩斑斓的。我们准备今天来把那个大榴莲给吃了，所以又来到了这个每天都来的班赞。今天真的比前两天都热哎。爸爸把这个车砍到了250。他要300，我说200，300，最后我说250。Hello guys， 我们现在回酒店了，然后准备下去游一会儿泳。人家腿好细好白呀都。热死了。
让我们水上的伴儿，这有个椅子可以坐，我们在这坐一会儿喝一杯吧。真的太煞风景了，我们刚刚买的海鲜们。太痛苦了，这个。吃饭吃的太痛苦了。哇，这个真的挺想的，是不是有胳膊这么长？有一只大，这个给你，姑娘。哦。小心啊，太烫。视频，然后刚才，哎呀，贴了一个这个纳兰，兰娜还是什么，贴了一个这个兰娜足贴，哎。不吃蛋黄的人生。我们今天呢，准备去出海。8点钟，我们要等他就往码头走了。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因为刚才出门急急忙忙的，就是等等。我们今天呢要去出海，现在准备等车去码头，差不多下午回来吧。本来是两个岛的，但是我们最后只选了就去一个地方，因为不然的话会太累的感觉，所以呢。吃早饭了，然后等一下去码头。对，就这样。我们现在全家都困得已经不行了。Are you okay？ 现在在码头。好多好多船。岛上很多人都在玩这个 parasailing， 飞行，海上飞行什么的。
适合出海，拍照好丑啊。你真的晒伤了，现在换好泳衣了，准备等着去潜水。我现在好紧张啊，因为我小时候潜过一次水，没潜下去，害怕，而且那个水太凉了，怕冷。哇，那个漫威的船 ，Marvel。我的嘴都是海水，潜水回来太可怕了吧！我看到好多小鱼，山地吓死了。我现在要在这里洗澡了。我刚刚在岛上用它的淡水冲了个澡，换上了一个比较方便的裙子。我已经累瘫了，现在去另外一个岛，然后去钓鱼。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惨状的粉饼，我刚刚一打开就变成这样了，这也太惨了吧。就要坐这个摩托车去了。扶好了，妈妈。Check one。扶好了。Check two。好拉风啊。Speed down the highway, the feeling of the breeze, show the grinning in your teeth. You've been concealing for a week, baby. It's Friday.Play it like birds, save your cares of the world when life's throwing you curves, go inside. 等一下，我们现在回到酒店了。这一天终于结束了，然后洗洗涮涮出去吃饭。
talking on the street and these homies grilling meat when your thighs sway. 我们现在来吃晚餐啦，这是我们第一个点的蔬菜。I'm on my grown man shit. You a grown ass chick. Now move your hips and come stand beside me. I got the goodies on. 它的米饭是一个爱心。Hello. 这个树好吃啊。我的芒果糯米饭。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跟弟弟今天早上都没有去吃早餐，就在房间里睡觉，睡了个懒觉。看一下今天的穿搭，穿了一个黄色小裙子，然后就戴了一些首饰什么的。背的是来的时候这个包，因为这个包最能装。鞋子我穿这双鞋穿了无数天。现在呢我们准备去做个 SPA， 然后哎有人来。我们现在出发去存行李，存完行李去做 SPA。头发都松了，我好想去重新编一下。就昨天戴那个潜水镜的时候，发现都松了。潮的相机都起雾了，我们现在又来 SPA 了。今天六月四号，这不用填了，我就写你有没有病啊。重点按摩的请，重点按摩的请圈。哦，好好，没事，他当时又重新问了我一遍。我把圈的重点按摩的区域。啊，对啊，就是后背。和脖子，还有头，这啥地方？还有头。我们现在又来到这个地方来做 SPA 了。我刚刚头超级痛，然后就睡了一会儿，现在好一点点了。一会儿呢，编我这个小辫子，因为你看到这个小辫子有点松了，但是我还想再戴几天。对，就这样。那我先 SPA 喽，拜。咱们几点飞机？12点。怎么感觉我按完摩脖子变细了？我们现在按完了头发，准备出去了。感觉头不疼了耶，刚刚真的超级痛，都吃了两片止痛片。国内的止痛片我发现剂量太小了，没有在美国吃的管用。干杯，妈妈。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一条街，准备找上次编辫子的那个地方去编辫子。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刚把这个头发拆了，快爆炸了，像泡面一样。天哪，这也太漂亮了吧！粉红色夕阳。来吧，超级好吃的，超级好。
你要给我上字幕了呢。我们现在正在拿我们下午存的行李，然后在等车去机场。拜拜，普吉岛。那这次的旅行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下次见吧。下次见吧，拜拜。哎，跑了。走。好，谢谢。谢谢卡崩卡。我们到机场了。终于回到北京了。累吗？崩溃。Got them eyes looking through to the sunrise.